来参加我最新研发的有机全天然香水发表会，香味清新，优雅大方，让你全身散发贵族气息。什么？真的，这个香水的味道超难闻的。真奇怪，这瓶香水也算是造成轰动了。对那些小动物来说，是什么原因呢？我在想，这可能是个永远解不开的谜吧。来跳舞。糟糕。什么？不会吧！真的很抱歉，皮波，但你不用担心，我有办法。香水森林到处都是散发甜美香气的花朵，我会帮你找到适合制作下一种香水的花。伊兹，寻找适合制作成香水的花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，好吗？哦，我的亮粉！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过这种花耶，超漂亮的。哇，闻起来有草莓波纹果实的味道，一定可以掀起一波新潮流。是亮粉和独角兽亮片的味道，我懂了，它会散发出你最喜欢的东西的味道。伊兹，这种花太棒了，快把它们全部带回去。先等一下，你这么做太不尊重森林了，我们只摘一株回去。可是，好吧，你说了算，只摘一株。我推出了这款最新研发的香水，它会呈现出每只小马最喜欢的味道。我闻到了法律跟秩序的味道。刚做好的美提都会有这种味道，我要一瓶香水。还有吗？不会吧，全喷完了。一株花能制作的香水还真少。各位，我别急，之后还会有更多。请大家在这里等我，知道了吗？我想再摘一株，应该没关系吧？或是两株、三株也不会怎么样吧？再摘一株就好了。糟糕！之后应该会再长回来吧？不能让伊兹知道。嗨，皮波，你来看那片美丽的花田吗？我特地过来帮他们浇水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找错地方了吗？这里怎么会突然变成一片干枯而且什么植物都没有的土地？伊兹，这里就是昨天那片花田，一切都是我不好，我不小心摘光了全部的花。江神森林巧妙的生态系统被你打破了。必须尽快把这些花种回去才行，只靠我们肯定来不及，必须请一些帮手过来才行。我知道可以找谁来帮忙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们要做什么？好好，拜托快点放我下来好吗？这些小家伙突然出现，不知道要把我带去哪里。青青、十七，我要请你们帮忙，做些园艺相关工作，情况紧急。那你可能必须请很多帮手来才行。放心，我已经想好办法了。